三万川市一年老文化界客家天师二十年嘞，从一开始从辛苦个开拓到累积经验，近来更好，如今发展到以后个族群传播频道，还拿创新个节目、经典个戏剧，也创造出众多动手名个作品，培养出一代个专业传播人才。接下来，你就来谈看啊，学者、业界、主管机关，记得系用板块客家天师界。两二十年来，新竹老改变。那这些年来，客家台也努力开创不同的作品形式，来传承母语。详细讲呢，客家天师两二十年来的表现，韩国精彩的事迹。客家天师做全台湾跳跃者族群平台，韩国全世界跳跃者全行业来发展的平台，一路来开年复制传承行业的节日。20年前在客家有关的影视娱乐还不普及的时候呢，各位也在看不好的情况下，凭着客家人的刚毅就一胆闯的精神，勇敢的创台。对台湾来讲，是在历史的开创性的一张嘢的啦，因为过去行业啊冇机会有自家嘅呢媒体，所以客家电视开播，等于讲啦过去所有嘅客家认同。嘅需要需求一下是太多咧，我想客家电视线的话，系对台湾非常大嘅影响。耶！客家电视开台成功。1988年嘅当年，反澳母女乐团一旦半年看作系，唔敢讲系自家行业嘅客家族群出来发声，显示咧客家电视嘅实力，客家嘅主题性让人同感，正做得提升，动如人意。有客家电视退役后，其实佮对客家人嚟讲，种嘅自我认同两方面是最重要。哦，认为头排行业冇咪敢讲自家嘅行业。啊，知道客家电视台对客家嘅传承。所以就講係一隻同重要嘅里程碑。由客家電視台以後，客語將開始天天嚟本人談到。客家電視嘅重台，韓國兩二十年來，兩很多熱度是回到客家語言、老文化，也有包含到印尼。樣板嘅政治、客家嘅權利，嚇韓國歷史文化。本所有的族群能够来欣赏。2023年，客家电视台成立的媒体国内传播族群平台开头起盖。接下来2025年，因全民电视台成立的。2019年，葫芦台每度公共视团界体制下成立的。其实，在台湾的其他语言。咪开始考虑，我就按呢专业嘅语言嚟推啦。推一推，心里完全是认为客家推，他就念出名推。你敢有想过你求从后面做个声音啊？族群电视频道系大挑战嘅，客家电视一破一旧只，当年十年一段时间更新中，现在后生人又系容易来看客家电视台。客家电视台做咧，你嘅语言咧，母语，谈起来同小暖亲奶奶嘅感觉以外呢，同到嘅转停波头呢，其实真地好讲哦，原来一客家人嘅文化有很多。每一日都有冇相同嘅空调嘛，古时候乃是都一件事情，会较想来，因为来就会好吸烟嘛，唔讲乃咩对其他嘅空调没有兴趣，乃就会谈。告别式时间挺好嘅。节目重新提出品质提升，经过20年的累积，前途暂掉的人生没有机会出来，没家家的推翻戏剧的发展。促进事务所了掉，当有名的个台剧，做来讲是按台剧的起飞阶段，当重要的个条作品啦哈。所以从武康人里头买到客家电视台的戏剧节目，一般样。训练出来了所以客家电视台我看来就几撮变得越来越主流，越来越有影响力了。客家系台湾电视台的族群，客家电视系主要展现的平台，唔但成为行业发生传播台湾客家特色，还建立族群主题性，每丰富的台湾电视媒体界都用心。
下个新闻，您继续千米之综合报道。